各位亲爱的读者朋友们，大家好，大家晚安，我是宝瓶文化的总编辑朱雅君，很高兴今天又来到评说书的单元。今天评说书很特别，因为我们要介绍一本有意思的书，也是台湾第一次以这样的题材来写作的书。这本书叫做《洗车人家》，它的作者是姜泰宇。我说姜泰宇你们一定不认识，你们可能以为他是第一次写作的新人，但是如果我说傅米江，我相信30岁左右的读者对他都非常熟悉，因为他是一个在2003年以第一本创作《你转身我下楼》就获得了十几万本的畅销作家，他也是一个以第一本书就在龟山买了一栋透天厝的畅销作家，他是一个走到哪里都有时尚杂志，然后有金石堂的特刊，什么都要找他做。他曾经在大陆做巡回演讲，就像大明星一样，一边是跟着摄影师，一边是跟着化妆师，一路跟着他巡回。但是有一天呢，命运给他了一个玩笑，一个创作与写作的作家突然患了眼疾，他得了眼球震颤症，他再也不能看着电脑了，也不能写作了。这件事情对他的人生是一个大的转折，他从此拿起了水枪，拿起了喷水机，然后走进了洗车厂。对，他开了一家洗车厂，在这个洗车的过程中，第一次他身边站着不是出版社的总编辑，不是书店的大老板，不是随时都簇拥着几千名的读者粉丝，而他跟一群更底层的人，包括一些更生人、中辍生、高中还没毕业就怀孕的小爸爸们，然后他们在一起工作。在这里面他将看到什么样的火花呢？今天非常特别哦，因为作者太能说话，所以呢今天不由我来说书，我要把镜头切换到我们第二摄影棚宝瓶的仓库。好，让我们走。其实人家是一个综合了爱与勇气的一个作品，里面的爱我觉得是对自己的爱，对身边所有值得珍惜东西的爱，那勇气是面对一些改变的勇气。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这一路上慢慢走过来，会发现我最害怕的其实改变跟坦白，就是也许我觉得很痛或者我很害怕，但我其实不敢坦白的说，那我也很害怕去面对改变。所以我觉得里面有很多的改变，包含这十几年来的写作生涯的不同，在写作的风格上以及在人生的历练上都有很多的不同。那我觉得这就是一本爱与勇气的书。我记得我在当作家的时候，人家都是觉得我是老师，连我去到垃圾社区的邻居都会不太敢跟我讲话，就觉得我有作家呢。我曾经去参加时尚秀啊，旁边的艺人也不太敢跟我讲，因为他总觉得哦，作家好像会讲什么很了不起的话。但我当洗车工就轻松一点啦，但是也就不太需要去思考太多，因为你是比较底层的人。有的时候你会很无奈，然后你会很想反抗，很想要到处跟人家讲说我是作家呢，但是没有用，因为后来我已经完全的变成洗车工的形状。所以一年过一年一直骗自己，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有一点点不甘愿，就是不管我觉得当洗车工有多么难值得骄傲，但经过了对比还是会有一点点不情愿，自己一定要在这么低的角度去看这个世界，所以我才愿意在这个洗车的工作上面替同事替自己做一些改变，最主要是让自己看得起自己。所以我觉得心境上最大的改变还是在别人的眼光而不是自己的眼光。首先是感谢还有办法可以出版的这一路上所有的人的帮忙，再来其实很感谢家人，真的非常非常感谢有办法让我可以任性的继续写作，真的都是家人的帮忙，那就是我的妻子啦。我也感谢一直陪着我的同事、要找到一个能够陪我这么多年的同事，每天跟他工作一起吵架，一起听很奇怪的歌，这么多年下来会有一种不知不觉的陪伴感。最感谢的还有台北文学奖的评审，对他们让我有勇气把这几年来发生的所有的事、遇到的所有的人，把我能讲的可以在这本作品里面把它讲出来，所以非常感谢大家。就是还是有人可以20年长相都一样，就是我。对，这里想要跟读者讲的，其实一本书可以讲的东西很多，但是里面最想最想讲的就是我觉得要能够蹲得下去。你有觉得面对失败跟面对挫折
的课题永远都是你后来重新翻身跟成功的人才可以告诉你答案。可是像我这种还没有翻身也还没有成功的人，我还是可以跟你讲一些方法，就是你要怎么蹲，你要怎么样的去接受眼前遇到的挫折跟受到的一些辛苦跟你没有办法想象的挣扎。那至于是哪些挣扎哪些辛苦跟用什么方法可以让自己突破呢，那你就要看书了。喜欢的车子品牌 BMW。 你觉得这本书像哪一种车？保时捷。为什么这本书像保时捷？因为什么它像保时捷呢？因为快问快答我就想到保时捷。我下一台车想换保时捷，大概要再努力30年。我现在40嘛，大概70。洗过最贵的车？迈拉伦。多少钱？3000多万。最常在洗车场放的一首歌？浪子回头。在洗车场每天一定要做的一件事？洗车。下班回到家第一件做的事情？摸狗。认为洗车工作中最辛苦的事是什么？很冷。如果当初可以继续写作，你觉得你还有可能来做洗车工吗？不会。洗车的工作现在治愈你是什么？是工作。没嘞，那就是工作啊。昨天才在洗车而已啊。写作对你来说现在又是什么？是宝贝。最喜欢自己哪部作品？洗车人家。会决定写这本书的原因？我老婆叫我写的。用一句话为这本书宣传？这本书很好看，就是我继续争取可以多放一点照片。后面是要卖笑十秒。对，差不多。点读的知识怎么样比较好？不是，不要，不用了，太多了。就轻松点，轻松很轻松的。从作家转换跑道成为洗车工，心境上的变化。从作家变成洗车工，心境上的变化。这题好难。你每一题都很难，你太聪明。真的。好，下一个。心境上的变化。开始没有按的，有按等一下，我再剪一次。这一个一定要剪。有看到他，这一定要剪。这一定要进花絮的。我觉得很多地方我还可以讲到一些就是中小型的公司，因为我倒过嘛，是倒过嘛，成立劳保单位嘛，血本无归，不错。哎呀，洗车场弄劳保单位也有病。所以我们只剪得出来木头花。对，怎么都没有，没有。